家里活儿太多怎么办？哎呦，浑身太疼了，我在靠意志力吃东西。老实点，干完我都活着呢。No， 干不了活了。嗯，搭房子，要不然去搬树，要不然去钓鱼。不能见着吗？你不能坐着不动，我是为你好。下午还有人要来吗？再发一组嘉宾吧。帮手说来就来。Hello， 你来接我一下来，老妈。天气快跑！怎么平地上还得穿救生衣呢？你找点活。妹妹，你给安排一个。没啥。把那羊洗了，这真找不着正经活了。你不去，我真难受。哎，来雪琴来，鸡好像又下蛋。我来，来吧哥，别来吧。雪琴直接把那鸡就给抱出来，太厉害了。哎呀，完了。周五晚十点，特伦苏《向往的生活》第五季，特伦苏有机奶，《向往的生活》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。